游戏玩不好，喜欢凑热闹。大家好，我是柏林冰糖葫芦。跃进他又来了，之前一连两期的跃进阵容，踏花旗和碉堡盾几个平台累计播放都超过了10万，可见有多火。今天跃进带着老伙计法正加上周泰，纯纯的三红白板阵容照样多穿，历时一年多升级到 6.0 版本的成熟阵容舔狗盾来了。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帮宝宝点点赞，继续冲击一下点赞率4%的任务哦。阵容来源44区秦风鬼谷。之所以叫舔狗盾，因为最初他是这样的，带着小舌头、乌突骨和好招，因为打架经常舔一口就跑而得名。后面调整战法，更换武将，一路升级，接下来的战报还有御敌战壁和一粒巨手替换战法效果，以及最终带刮骨超作业的版本。加点跃进全武，周泰全统，法正全智，这对的搭配思路呢，跃进单核输出，整体偏中慢速。优点是跃进的群体伤害很稳定，周泰增伤30%增伤，刚勇65%和彗星的增伤，四重增伤提高跃进的爆发力。法正赞30主将提高以逸待劳的发动次数，给跃进套上免控的 buff。 周泰赞副将保护主将法正血线，法正再给全队减伤和治疗续航拖回合，首尾联动。关于跃进战法的选择，绝地放在高速跃进身上的收益是相当高的，一方面有武力提升增益，补了跃进组30阵没有协力加成的短板，另一方面是跃进的速度成长挺高的，大多数情况下会先于对手行动，把第四回合的伤害打完，再受到对手的边日伤害，拿到刚勇65%的增伤 buff。 第五回合跃进行动时也会先爆发绝地反击的高额伤害，联动紧密。注意这张数据表的深色位置就是兵力收益最高的地方，有法正和周泰双保护，跃进始终保持在5000以上兵力就会一直有爆发力。这些战报多穿连续作战后，跃进的兵力一直保持在关键点5000兵以上，真的是稳稳的。战斗来到第五回合，跃进的绝地反击暴击效果拉满，也可以试一试机器剁龟加刚勇，或者市政先父加绝地的组合，但是不要带绝地加文武，这个带法的跃进打伤害手段太少，全部都押宝到自带战法上，碰到规避队被躲避掉了，伤害就没有后续了，只能等下个回合。最后是操作业的环节，法正可以带刮骨，周泰带御敌，刮骨周泰定向续命，还有几率解除跃进的负面，毕竟是跃进单核打伤害的队伍，各种各样的控制都会威胁到跃进打满伤害总量。如果有红度且带刮骨的话，可以适当调整速度快过跃进，提前进化，让跃进能稳定的输出。那本期的舔狗盾就说这么多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一键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